The enthronement ceremony of the golden statues of Anji Holy King, First Lady and Second Lady of the Chaozhou Qinglong Temple was held at the Filipino-Chinese Chaozhen Township Association. Chaozhou Qinglong Gumiao Anji Sheng Wang, Dao Fu Ren, Er Fu Ren, Jin Shen Sheng Zuo Yi Shi, Zai Philippine Fei Hua Chaozhen Lian Xiang Hui Ju Xing. Anji Sheng Wang Wang Kang 是潮州青龙古庙主奉神明，潮州人把其尊为潮州府的保护神。经近一年多策划筹备，潮州青龙古庙安吉圣王大夫人、二夫人金身来到菲律宾，这体现菲律宾华侨华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是海内外乡亲的一种共同信仰的体现。11月28号，乘菲律宾飞华曹灿莲香会星旨乔迁之喜，举行安吉圣王大夫人、二夫人金身升座仪式。潮州青龙古庙理事会会长谢松青、常务副会长杨少南、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朝明、副会长苏忠、监事长黄桂明、理事蔡显卓等专程赴飞参加金身神像升座仪式。当天上午11时正，升座仪式由潮州青龙古庙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朝明主持，全程按照潮州民俗文化传统仪规进行，由广东潮州青龙古庙理事会会长谢松青、菲律宾飞华曹灿莲香会会长王瑞、荣誉会长黄秋发、名誉会长林家平恭请安吉圣王金身升座，由广东潮州青龙古庙理事会常务副会长杨少南、菲律宾飞华曹灿莲香会监事长郑朝雄、执行会长陈香、常务副会长何耀殿恭请大夫人金身升座，由广东潮州青龙古庙理事会监事长黄桂明、菲律宾飞华曹灿莲香会常务副会长赖庆昭、副会长黄彬彬、名誉会长蔡显卓恭请二夫人金身升座。参加金身升座的全体人员向安吉圣王大夫人、二夫人行三跪九拜大礼，并敬祭香柴。潮州王抗传统文化研究会青龙庙理事会、菲律宾飞华曹灿莲香会全体同仁备香茗美酒、补生五果、大吉王宝于供台之上，恭贺安吉圣王大夫人、二夫人金身升座仪式圆满。菲律宾飞华曹灿莲香会为此次安吉圣王大夫人、二夫人金身赴飞做了大量的工作，此次金身升座圆满将会让旅菲华人更加心系桑梓、廉洁乡里，加深家乡的文化印记。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